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原级件就是桥墩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美登课堂。桥墩在电路当中的作用，就是把这个交流电压整流转换成直流脉动电压，针尖两个角。就是直接接220伏交流电的，那么边上两个角就是直流输出端。我们看见这个角是被切了一角，被切了一刀的这个斜口角，对下来的这个角就是正极，那么第四个角就是负极。这个电路。我们在教材的342页有详细的介绍，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电路的结构。如何判断这个桥墩的好坏？我们通常是采用这个万能表的蜂鸣档，两个表皮直接并联上去，任意两个角。并联上去，当听到这种报警声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坏的桥墩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么开关电源上的这个桥墩，我们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，两个表皮直接并联上去，测试任意两个角都不能够发出嘟嘟报警声。如果发现嘟嘟报警声，都证明这个桥墩是一个坏的。OK，好，就这样简单的判断它。你学会了吗？更多的电子知识，请点击下方小黄车，也可以进去专栏里面，更多精彩视频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